春天终于要来了，温度上升了，雪慢慢开始融化了，融化了好一部分哦。池塘里的水冰也快融得差不多了，再过两天应该就融得差不多了。春天终于要来了，憋得很久了，冷了那么长时间。残雪消融，暖融融的天气很舒服，凳子上公园凳子上坐一坐，非常安静，还没人，独自享受。听听鸟叫，还没有花香，鸟语是有了啊。春天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春天好像真的来了哦，不是开玩笑哦。那河里面的冰都融掉了，草上山坡上也融得差不多了，看里面河里面有没有鱼呢。到处都有点有一些人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野鸭都回来了，说明春天真的来了。一对两对，两对半，大部分都是绿头鸭，公的多，母的少，这次居然母的还多一只。顺鲤，这个是叫顺鲤，嫁不出去的，要么就是寡妇。哟，弄到一只鱼的好像，厉害！居然能抓到一条鱼。这边也有好几对，以为我在喂它们呢，赶快跑过来了。一对两对三对四对都成双成对的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看来是有道理的啊。水不一定特别暖，但鸭子起码在活动了。能找到什么东西吃吗？那冰冻冰冻的水。四对这边，这个河流是流到安大略湖的，谢谢。东里文 East 东里文的一个分支。
听着这个河水的声音，流水的声音，就很有疗愈的感觉。嗯，两倍。不怕冷，走那么近的没关系。可能有人喂过，所以呢，过人过来他就跑过来，不会跑远。那漂亮的都是公的，不漂亮的都是母的。嗯，跟人类相反啊，人就女的要拼命打扮，对吧？花枝招展。鸭子的世界、鸟类的世界都是公的才是漂亮，才有吸引力。看看这个沙里面，石头里面会不会有古代原住民留下的那种石，那个箭头，那个石子做的箭头啊，或者是那个什么，那个石头做的那个刀具啊，箭，那个弓箭的箭头啊之类的，有人经常找得到。石器时代，他们是石器时代。嗯，怎么多出一只母的来呢？那一只公的来呢？三个公的，两只母的，不好分配哦，会出问题哦。三男夹两女，这是什么字啊？凹字啊，什么字啊？哦，可能那只公的是王老五，单身王老五啊，这个一对，这个一对都挨在一起，这一对，这个是王老五了，那个。感受一下流水和鸟的声音，协奏曲。没人作伴，野鸭作伴。哦，那个王老五自己跑掉了哦，单独一边凉去，洗洗睡吧。还剩这两对在这边。总是以为我会喂他们。天气暖了。出来的人也就不多了，走上正路，大路走。不忘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。不要搞得那么匆忙。平衡，平衡，生活要平衡，钱带多也没用。来的时候就我一个车，现在满了，那么多人都过来了。我来的是10:30，
现在12点了，到处排满人了。这是下游，刚才走的是上游，那也不算完全下游了，中下游。这是之前的是比较上游的路，河面明显大不少。那个是盖的是连租，给所谓穷人住的，懒虫住的，重新灌。很爽哦，风光无限，那么好的位置给所谓的穷人住。